是用我们软件导入那个吗？直接导入那个料单。你现在还没保存呢。啊？还没保存是吧？我把这一张单子输完了以后，保存了再找。要把这个料单一张一张打印出来，如果用了我们这个制木软件之后呢，就不需要打印出来，直接搞成电子版拷到我们的电脑上面去，然后直接打展示一下，展示一下，冲着镜头晃一下这个，用这些直接拷入到我们的电脑上面去，然后把那个料单直接导入，就省去了手工排料的麻烦，非常简便，你导入，然后我们的设备自动就排料，自动排料又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用料的一个利用率，然后提高开料的速度，这就是用软件的一个优势，软件跟硬件配合的一个优势。现在导进来了，就是这个。现在导进来了，导进来了以后可以出标签。就是对的，他出一张板一个标签是的。对吧？对，两米二，是吧？二百块，二百。
这就运行了，是这个的。看，开个孔。猪脚、鸡肉。都摘完，你不刚干啥来？弄来。该用卡尺，正想我去拿鱼卖啊，退了。Thank you.
师傅，你在里面，师傅在里面。师傅，先稍等一下。等一下。